在这边说大家就辛苦你了。中信兄弟球团将在今年在例行赛的最后一周在洲际棒球场将举办彭振明的隐退周，那当然有一系列这个隐退的活动。另外正式的隐退日呢是9月29号礼拜天。当然除此之外，球团非常重视在今年加上隐退年一年的整个跟球迷之间的一些互动，所以我们也设计了像大家所看到背板这个视觉图腾。那这个图腾呢上面也记录了这个恰恰的职业生涯的时期。那至于这个设计的理念，等一下再请郑磊帮我们补充说明。最后呢，我想球团以及球队教练上上下下为了表示对恰恰的致敬，那我们也会将这个图腾呢在整季在我们球衣的这个背面都会绣上这个图腾。